扫地机器人登台，一次可清扫75坪。沿着墙面轻松将每个角落的灰尘清扫得干干净净，这台拥有简洁外形的米家扫地机器人一推出立刻就造成轰动。准确的智慧路径规划，省时又省力，使用者还能透过 APP 远端智慧遥控，让你不在家也不用担心漏扫问题。有别于他牌采用双刷头设计，新产品特别强调单刷头。在扫地的时候很少用到双刷，因为一般刷子会打到灰尘把它打散，其实沿墙清扫只要单刷就做得到了。充电中，在充满电的状况下可以清扫75坪的面积，价格和他牌扫地机器人相比，走的是9000有找的经济实惠路线。也想拥有这款高智慧的扫地机器人吗？4月6号米粉节在官网正式开卖，平常下班懒得打扫的你，快点入手一台吧。TN 淘新闻，打扫原来这么简单，报道。